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JJ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南 K 地区的一套房子。这个房子的报价挺低的，只有20几万，但是它有高挑厅，然后学区也比较好，4个卧室，3个洗手间，这种结构性没有问题。但是这个房子也有点小缺点，因为这个房子一打开门之后呢，就能看到楼梯。那通常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风水学上来讲，可能开门见楼梯，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风水。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价位的这种房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或者加我们微信，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。我是 JJ，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2层的，有高挑厅，但是报价比较低，只有26万多的一套房子。这个房子是位于休斯顿 Katy 这个区，而且是休斯顿的南 Katy 这个社区的总体报价相对低一点，可是这个房子还是有高挑厅的，不过也是有一定的缺点，比如这个房子是没有翻新的那种状况。然后它一进门呢，这个门口对着这个楼梯，这一点在我们中国风水上来讲不是很好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它的左手边就是一个 dining room， 现在是没有开灯的状态。房子的整体采光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这个门过去就是2车库，然后从这个地方进去是一个高挑厅。你看它这个房子呢，户型上来讲不是很方正。你看右手边哈，右手边呢就是1楼的一个卧室，我现在都是没有开灯的状态。地毯是比较新的，维护的还是很不错的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门口是有个洗手间，洗手间也没有翻新，只是说维护的不错，应该还不需要到翻新的地步。这是1楼的洗手间，然后往这边走，这边就是厨房。厨房里面，这个橱柜状态不错，但是就是旧一点的那种风格了。然后就这样子，这样的一个风格。然后呢，另外一面就是客厅，这个客厅是高挑的，还是很明亮的，因为它有2面的窗户。这边走也是这样的，高挑的灯也是很原始的那个时候的感觉，也没有翻新。然后再往里面走是有一个洗衣房，这边是一个洗衣房。但是这个房子所在的学区很好，位置也很方便，然后这个房子所在的这个区域南 Katy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，这点是这个房子的硬件设施比较好的那些部分。我们上楼看一下楼上的地毯的状况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地方它还换了一点点地板，然后这边可以放书的。然后往这边走呢，就是主卧的位置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主卧，主卧的还是蛮大的，而且这个房子的采光很好，完全不开灯，很阳光明媚。这样的一个主卧。主卧的洗手间，到了主卧的洗手间，主卧的洗手间面积也是很大的，浴盆维护的还行，可是这个就稍微有点脏，不过这也不是很关键的地方。然后镜子的细节处来看的话呢，是有一点破的，但是你看它的浴缸这些都基本没怎么用过，包括洗脸这个淋浴间这个地方也都是很干净的，这些倒是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往这边走呢，有一个很大的衣帽间，这个衣帽间哇，有这么大，而且有窗户，很明亮的衣帽间。整体来讲，整个主卧都非常的明亮，
主要还是因为在南 Kitty 学区有比较不错的地方，有个高挑厅，还有4个卧室，3个洗手间，这个结构性是不错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要看的第3个卧室。它每个卧室都是比较规整的，而且每个卧室的面积其实都挺大的。然后这边就是这2个卧室要用的洗手间，开个灯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维护状态好，但是没有翻新。之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强调哪些地方有翻新，哪些地方没有翻新，就是因为翻了新的房子，可能整体来讲的感觉更好，再加上翻新的房子以后，您持有的时候花钱可能会比较少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4个卧室，第4个卧室的整体面积也很大，有一个大的窗户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去1楼看一下1楼的院子。这边的这个客厅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去1楼看看1楼的院子是什么感觉。院子还是方正的，不是很大，不过很方正。院子的方正利用率就会比较好。就是我们来到了这个院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周边的邻居呢，像这个2楼是可以看到这边的，然后这边都是1楼，然后这边也是1楼，所以后面几乎没有邻居能看得到这个房子，就隐秘性就还不错，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房子。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、关注我微博、联系我。我是 GG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先看看房子周边的环境状况吧。休斯顿南 Kitty 这个地方，这个画出来的红标就是我们看的房子位置。我们现在放大一下，看看它在什么地方呢？这整个大休斯顿的地图，然后我们看的这房子是在这边，因为这个地方。是 Kitty 的位置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Kitty 学区好的这部分，它正好是在南 Kitty 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。这样看过来，这个小区的整体房价就低一些。那如果说再往外边走走，像这些地方全都是几百万的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这些地方也都是5、60万比较贵的。所以整体来讲，就这个小区的这一溜比较便宜一点，是。30万以内的，然后这一边儿就贵一点，都是30万以上的了。我再仔细看看，我们看到这套房子的旁边就是它的泳池和活动中心，然后出来这个地方就是星巴克，这儿就是星巴克。我们看看它离其他的我们平常看的很多地方是有什么样的距离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一个路线。我们输入，比如中国城 （Chinatown），现在可以看得到，它到中国城的距离是最快24分钟，如果慢点的话，33分钟、39分钟是这样子过来到中国城，还是很方便的。但是这个房子不一定去中国城，因为本身离亚洲城就比较近。我们看一下亚洲城的距离。Asian Town，Kitty 的 Asian Town 就11分钟，从这边直接到了 Asian Town。然后它离学校是很近的，学校基本上都在附近，辐射基本上3、5分钟。你看现在在地图上，您都看到这就是一个学校，很快就能到达这一边这个学校，我就不特殊说明了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到 Uptown 的距离。虽然在美国的生活，很少人说一定会住在 uptown，但是好多人都会问我啊，这个地方到市中心的什么距离啊？像比如说现在你看到市中心 uptown 的大概的位置，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，28分钟的样子。
每一个社区附近都会有它的医院呀、学校啊、商场的配置。那 Kitty 本来在10号公路上面就有好几所医院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标志着医院的标记，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医疗中心了。所以，其实你买在这些 Kitty 啊这些区是很方便的。好了，这就是这个房子周围的一些位置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